哎，我这外套穿好年了，那扣都干丢俩了，太磕碜你明儿到时候你买去呗，买好的。不用，那好的咋都得上千，我买几百块钱就行。不是啥扣啊？现在扣都卖这么贵了？你能不能行了？你就不能大方给我买件新外套吗？买什么扣啊？买扣啊？我钱都搁你那，我拿啥买啊？也是，那我明天自己去买吧。不，这你就不用跟我商量了。谁跟你商量了？我就通知你一下子。你就不用通知我这一下子。哎，你说我这么爱你，你为啥成天还愁眉苦脸的呢？爱我吗？咋不爱呢？你看你这打麻将输了，我还请你吃饭，我多爱你啊。真爱。那行，那你给我形容一下子，你爱我的时候和不爱我的时候吧。我爱你的时候，嗯，就算你吃粑粑，我也觉得你很可爱。那你不爱我的时候呢？不爱你的时候，就算你吃饭，我也觉得你在吃粑粑。快给我放下！没吃完呢。赶紧放下！你不配吃它啊！滚！快滚！打车滚啊！快到！快放下！一分钟。走。上哪去？上医院。上医院干啥去？我上医院吃饭去，上医院干啥去？你就好好说呗，走激动啥呀？一天就那么没牙磕，你说上医院能干啥去？又咋的了？把药给我去了。咋的了？我最近感觉我来两个毛病，我寻我看看去。啥毛病啊？啥毛病你能给我治啊？啥毛病啊？我寻思我问问，我看挂哪科嘛。我第一个毛病，我发现我最近啊，我拉粑粑总分叉。你说我是不是生病了？总分叉？嗯。你是钉子裤没脱吧？哎呦我的妈！咋那么恶心呢？你都整出画面来了，我看不看那玩意儿你不知道啊？我哪有那玩意儿啊？也是啊，咱家没有那玩意儿。那你为什么就生病了？可不咋的。那第二毛病呢？我第二毛病，我胸最近总疼，我怀疑是乳腺增生。乳腺增生是不是就是在发育啊？这话让你问的，我真想给你个嘴巴。你老冲动的怎么？啥玩意儿就发育呀、啊？乳腺增生那是病。啊，我也没得过呀，你别生气。别废话，赶紧走吧。媳妇儿啊，你这俩病啊，没个三千五千我下不来。咋的？我看病钱都不爱掏啊？你咋这么抠呢？不是有钱不掏那叫抠，像我这样呢？啊、咋的？叫穷，我不想看着你啊，我自个儿去行吗？滚去，快走，滚，下车，放走。媳妇儿，嗯，你说要是有人给你500块钱，让你去相亲，你去不？如果相亲对象是你，拿多少钱我白去的。那说话咋这么难听呢？还难听？哎，你记不记得咱结婚那天？你妈特别激动，一直握我的手不放。啊！我现在分析呀、啊，你妈当时可能想的是，你终于娶着媳妇了。我就不愿听你说这话，人我妈那是舍不得我。哎呀妈，你可拉倒吧！你没砸你妈手里，都算你祖上积德了。我不跟你扯了，你看那个来，你看那女的长得好看不？嗯，挺好看。我感觉挺好看。你说我要500块钱是不是有点少了？500块钱。啊，这女的瞎呀，还给你钱？啥玩意儿给我钱呢？这是我给老弟介绍的对象，你看，嗯，新月 APP 里边全是单身的帅哥美女，聊天都老热情了，要遇着合适的，马上就能约出来吃饭。你说我上这里边给他找，多方便呢？我寻思，搁中间我还能赚中介费啥的吗？那老弟知道你收中介费不？不知道啊，我骗他说这是会费。那对不起了。对不起啥呀？
老弟，你听我解释这事儿吧。解释什么玩意解释？嫂子，嗯，昨儿你给我哥买衣服的钱剩不少啊，都让他给霍霍了，完他就白要你说这钱他全买衣裳了。你别笑，你怎么回来？骗人骗我一天天的啊，敢骗我？这卡里的钱呢？啊，我哪知道啊，卡不搁你那儿的吗？卡是给我儿呢，但密码不就咱俩知道吗？那你密码知道，你也不能都怪都说我的钱我花了。你还狡辩是不是？没有。你再不说实话我告诉你啊，下月开支一分钱都别留，都给我拿来。你怎么太狠了？别废话，坦白吧。那坦白能从宽不？我让你答，没让你问啊。说吧，钱都干啥了？就吃了。嗯。喝了。啊。打麻将了。啊。抽了。没了。真没了。哼，你这行啊，一共五样，你干四样。那样我指定没干啊，我看我都没看呢。这卡里的钱当初我咋跟你说的你记得不？记得。来，你给我重复一遍。这结完婚以后咱俩每个月一人往里边存500块钱。嗯。谁也不能花，完了也不告诉孩子里边这边有多钱。嗯。完了咱俩没了给孩子个惊喜。记得挺清楚啊你。你说的我都记得。我问你啊，现在这卡里就剩几块钱了，你说等咱俩没了，孩子发现卡里就几块钱了，你说孩子还能给咱俩烧纸巴了？那不能。知道不能还花。下月开始你0块钱没有了啊。因为我都坦白了。坦白也不行。媳妇儿。媳妇儿。啊，你说实话啊。说啥呀？你当初是不是因为我长得好看才嫁给我的？你长得好看啊？哎呀妈，你那脑瓜长后脚跟似的，我能看你好看？你脑瓜长像后脚跟？哼，谁像谁知道。你脑瓜长像扁铲子？说谁呢？跟谁俩呢？啊？这说过去是动手呢。不是为啥跟我俩嘚瑟啊？你等回家的。哎，你说不过我就威胁我。你等回家的啊，我好好歇歇你。你干嘛呀？你这样的啊？啊，昨儿说的话，今儿就不承认了。我说完了。你说的，我中看不中用，这不夸我呀？哎妈，你可真行，好赖话听不明白，这大人，你真是个极品呐你。你看，又夸我一句。咋听不懂人语呢？滚人！这不还有呢吗？你给他再拿一个呗。不用不用，他不乐意吃皮儿，我给他克了。还有这爱好呢？嗯，妈，要不说你俩绝配呢？你俩待了老久啊。媳妇儿，嗯，你下回能不能克薄点啊？净事儿不吃拿来，天净事儿呢。那两口子吵架那打架不都很正常吗？那哪有舌头碰不着牙的，别一吵吵就老离婚离婚的啊。你俩离婚是简单了，到那嘎子领个证完事了，那孩子咋整啊？孩子先跟谁呢？跟我呢。跟你还行，跟他们都得饿死。你爸都给我闭上。那老话说得好，百年修得同船渡，千年修得共枕眠。那哪有那么完美的婚姻呢？哪有那十全十美的人？对不对？对，老公，你说的特别对。你俩离这俩月都找不着啊？我没找。你？我也没找。哎，你就说他俩啊。嗯。哎，就心里边都有对方，完了呢，谁也不吱声，就搁这嘎拉硬。不该硬的时候，你俩硬什么玩意儿啊？你哥说的对啊，你俩轻点。老弟，哥都不是说你。能不能扳着你那手，别一天到晚就知道出去耍去。那一月他妈挣那点钱他妈都不够还机会呢。还有你老妹儿，你别一吵吵你就老动手打人。
我老弟那身上总青一块紫一块的，这也就他，你换我你试试，换你咋的你啊？我告诉你俩啊，一会儿干商量，赶紧把婚给我付了去啊，为啥也得付啊，听见没啊？知道了，咱俩走吧，咱俩走了哥，去吧，走了哥，拜拜，别走过年了，手给我牵上啊。嗯，什么玩意儿你说这？哎，你说他俩这离婚两个多月，现在复婚了，啊，你说他俩能有啥感想吗？感想？啊，那也就是一句广告词儿呗。啥词儿啊？还是原来的配方啊，还是熟悉的味道。你太有才了啊！太阳了，渴了吧？哎，把水喝了。瞅啥呀？喝呀！这咋喝呀？这冻当当硬的，咋喝呀？干嚼啊！别喝了，一会儿给你下馆子。多少钱呀？就咱俩呀。你今儿对我这么好呢？这话看你唠的，我哪天对你不好啊？不是，你要有事你就直说，别老这么吓我。那我说了。说吧。我在车里发现个东西。啥东西？噔噔噔噔，这是个第二钻戒吧？男人一辈子能买一枚，还得绑定身份证，是这个不？是。没想到你还挺浪漫，赶紧给我戴上吧。戴上啊！啊，这也太大了，这不甩丢了吗？我换手指头。这个行。谁家钻戒戴大拇手指头上啊？扳指啊？我不戴手指头你不知道吗？赶紧换了去。这换不了。咋的？这压根就不是给你买的啊。哎呀，长能耐了是不是？不是给我买的，给谁买的啊？这我朋友买的，完买完放咱藏在家车里了，还白我是不是？没白我，这个抵押钻戒绑定双方信息的，终身不能改，这官网都能查着。真不是你给别人买的？真不是。那行，走。干啥去？买第二钻戒去，把你这辈子唯一的名额给我用了。我太难了。吃啥呀？点呢？我也不知道吃啥呀，你看着点吧。哎，老公，给你点个木耳啊，木耳清肺，你老抽烟。嗯，行，你看点吧。行。服务员，给我加份木耳。好嘞。哎呦我的妈呀，你瞅瞅人家媳妇儿。咋的了？你再瞅瞅你，那人家媳妇儿就知道老公需要啥，你呢？你能不能对我有点关心？哼，行，这回我知道吃啥了。吃啥呀？服务员。来，来点啥？给我烤一斤牛鞭，二斤猪腰子，再加份韭菜。不是你是不是胡啊？你看我多了解你啊！我哪有你这么点的呀？不是你不嫌丢人呐？我丢啥人呢？也不我吃啊！下次胸小的别说话啊！咋的？怕我揭你短啊？你自己吃吧。你吃吃。噎死！闭嘴！回来！不吃拉倒，我自个儿吃。来吧，你看这里面是啥？啥呀？摔哪的？自己看。裤头？谁的？我想问你呢，谁的？嫂子，你先别说话。问我？啊？你搁哪整这玩意儿啊？我给你衣服兜里整出来的，还搁哪整的？把手放下，闭嘴，回来。说吧，昨晚干啥去了？我昨晚就喝酒去了，然后呢？然后洗澡去了。完了呢？完了又喝了一顿。再完了呢？完了，你回家了？回家了。这裤头咋解释啊？冤枉啊！我这真不知道是谁的。滚！下车！我再也不想看见你了啊！你让我觉得恶心。你听我解释行不行？解释吧，解释！赶紧滚！冤枉大劲了，你也不说话，你白眼。嫂子，就你说吧。我知道这裤头是谁的。谁的？你的。我的。
啊，左小哥喝多了，回家的时候路过那一店正好打折，完了他今天给你挑的，你顶上还带皮卡丘呢，在上面停车呢，马上就死了。哎呀，你咋不早说呢？那你也没问我呀，我这都举手的都不让我说。哎呦我的妈呀，我是万万没有想到啊，一个普普通通的我竟然能同时培养出卧龙跟凤雏这两个人才。赶紧去打电话呀，我给打，外面挺冷的。